完了，让大舅哥堵在屋子里了。昨晚你俩在一起吗？没有。啊？有。你俩能不能有点默契？不是哥，我俩真没发生什么。我问你长得好看吗？好看。那你跟我说什么都没发生，我信吗？不是哥，我喝断片了。喝断片，你是要不认账吗？啊？哎，你干什么呀，哥？已经发生了，我都已经24了，已经是成年人了。我操！你这么说，我更解释不清了。解释什么？我说的不对吗？不是，哎，养了20多年的白菜，他妈让猪给哄。不是哥，我属狗，还猪猪。哥，你就不要再问了，我们俩已经处上了。啊？真处上了？还不相信？这真畜生！不是，大舅哥怎么还玩心梗呢？哎呀，别管他，咱们走。这不误会更深了吗？放心，这种程度，我哥他不会信的。嗯，那我大舅哥干啥去了？估计叫人去了吧。啊？那我还是先躲躲吧。Later， 这不是可乐跟他前男友吗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，别出什么事儿。姐，我今天演的怎么样？不错，那我的零花钱是不是给你找？我操，全是剧本，不会是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吧？